哟，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。今天对，没有影片拍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，我们就来做个校园巡礼。我们来巡巡看台南一中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台南一中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虽然原本就认识一中的人就会知道长什么样子，但有人不认识一中，我们现在就来带大家看一中长什么样子。这绝对不是因为没有空剪片要拍一个一镜到底的才这样子敷衍过去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是很棒的。难得回来，所以拍一个校园巡礼，好不好？大家也想知道，来，这个是时代考验青年啊，青年创造时代，嘿，没有错。那我们就边走边聊天，好不好？很简单啊，这部影片大概就五六分钟吧，整个校园巡完的话，那我们先走这边好了，这边是往三年级的方向。那可是三年级好像在读书，所以不太能太大声吧。我也不知道。好，三年级我读三年四班，是社会组，然后一楼简称独柳区，虽然每一楼好像都蛮堵的啦，不过一楼呢就是会那种放火啊，烧学校啊，烧椰子。我记得我们有烧过椰子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在那边捡到一颗椰子，然后想要把它打开来吃，可是打不开。好，三年级。想要把它打开来吃，可是打不开，所以我们用各种方法，我们用敲那个楼梯啊，或者是拿钉子去锤它，铁锤什么的，但是它都打不开。我们想要喝它的椰子汁，但最后都不行。我们决定用烧的，我们就拿了火苗，然后打火机啊，喷火枪直接喷它，然后烧起来。然后在我们班，我记得在我们班的中间那边烧，就是我们班，对，我们在我们班中间那边烧，就是。有点像拜火教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点像拜火教，然后拜火教的感觉，然后啊，我要讲什么？哦，就是围成一个圆圈，一堆人围成一个圆圈，课桌椅中间放着一个大椰子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烧，超靠北。来，这是全家飞机，然后全家是度过很多上课时间的地方，这里是。那个艺教美术课、啊、表演课什么都在这边上，不过现在没开。哦，这个是来，之前看过那个吗？母亲，哎、欸，是母亲节吗？哎、欸，相逢若是啊，干，我忘记那句短句叫什么，反正就是龟头妈妈的故事，小丁丁出现的第一次。来，龟头妈妈有，然后这边是停车吧，我有时候会把车停着。虽然这是教室停的啦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来，我们已经绕完三年级的部分，楼上我就不想去了，因为我刚好三年级也是读一楼。好，再来，手指挡住了。哦，这栋是众教，然后我们的社部在五楼，没有办法带大家看社部，你自己看。社部里面什么都有，什么创意都有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社部开始的。好，可是它锁住了。来，那这个是这里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拍摄场景。这个，哎咻，嘿咻，哎，没错，来，哎，没错，好，就这样看一下。哦，然后来了，这个是水池哦，这个水池的故事很多哎。这个水池这样好像拍不到水池。好，这个水池是台南一中的，就是这个有点脏的水池。先讲两三，其中我讲两个故事就好。一个是有一次我们要买运彩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抛鞋子，然后就是刮杯，我们就捡到一双，我同学一双鞋子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，然后抛鞋子，然后刮杯，然后就从那边刮到这边来，就那种走两步，然后跪一下，然后拜明天会什么牌。我记得那天最后我们得到金块16-20这个数字，然后隔天也没过干。再来就是哦，还有一个故事是毕业季的时候，我们办毕业季，迈向毕业季，然后他们有拍一个片，然后我们其中一个人跟他们的那个女生 PK， 然后就是说输的人要跳进这个里面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就连猜三把都输，然后他就走进去说什么我毕业了，然后就走进去，然后在里面喝麦香，超恶，我本来要说超帅，但他超恶，这真的超恶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至善楼。来，至善楼是什么？二年级的地方。哦，至善楼呢，就是二年级是大家社团蓬勃发展的时候，然后我是二楼的，
二年失败。然后重点是这个这边就是楼上这边跟楼下这边，通常就是生日的战场。那生日的什么战场呢？来哦，我讲了几个生日的战场。每只要我们，因为我们几乎认识很多，我们认识很多，我们彼此都认识，就是每一班的什么人都认识啊，社团什么活动都会认识，所以我们常常帮人家过生日。然后我记得我们玩过什么，那什么刮胡泡啊、鸡蛋砸头啊，那臭臭，那一年级就玩过了，真的啦，二年级就玩厉害的。哦，像我们之前帮老师庆生是直接喷他啤酒，然后拿啤酒砸他，然后拿拖把跟他对抗，他也拿拖把帮我们同学对抗，因为他怕他全身都湿掉，就他全身都是酒味，超臭，就超好笑。然后上课还喝酒，送他一大堆 A 片，我们国文老师。然后他厉害的是，来，我讲一个生日的故事哦。我生日的时候，嚯，那个时候刮胡泡什么的，那一定要必备。中午的时候是刮胡泡啊什么的，晚上下午的时候就饿了。放学的时候就饿了，你看过辣椒酱吗？辣椒酱加芥末酱抹在手上，然后他往我懒椒抹下去，懒椒真的是会辣的耶，好辣哦！这样就算了，还有尿的攻击，就是拿尿互泼，超级恶，但好了，很爽了。那个记忆，这是记忆犹新啊，就是这些回忆都不会忘。来，我现在给大家看，大家知道之前台南一中有打炮吗？有人打炮吗？就在这边，应该是在这边吧。炮区，好，来炮区，好来炮区，好，那就这样过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走哈，走怎么走？我们往榕树那边去好了。好，反正生日的故事就是很多，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人生日，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人在玩，我们都会玩什么水球、水枪哦。还有一次超好笑，那个就拿水桶要泼水，然后教放学嘛，教官就在那里。在那边，然后教官就说：“记得要收干净啊。”然后我们就直接对跟教官说：“要不要玩？”然后我们就拿水桶要泼他，然后他就直接跑超快，我这辈子看他跑最快一次，他直接从那边然后冲到全家，超级快。他就教官那边什么？然后我们就拿那个水桶要泼他，然后就啪，超告白。好，再来这边就是好7分20几秒了，这样也是够长的。好了，来，我还没走完呢。来，我们走到，这个是有飞起来过，那个，我记得哪一部片也飞起来过，暑假的时候。然后来大榕树，大榕树是什么？大榕树是孕育整个台南，我们整个社团的，不对，要怎么讲？大榕树是 everything， 所有社团都在这里，都在大榕树集合，然后。办活动什么也都在大榕树集合，然后每次拍片也都是坐在大，都说要拍，然后都坐在大榕树下一个小时，然后也不知道要拍什么，然后在大榕树下终于干化出要拍什么，然后就开始拍《流山的野望》啊，或什么《槟榔王》啊，看《槟榔王》还没出片，好，那没关系，这就是大榕树啦，然后啊什么晚会的片啊，晚会的片啊，毕武的片啊。毕业典礼的片啊，什么台南一中有关的开学典礼的片啊，一定要在大榕树这边。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些片都有我，什么毕武啊、毕典哦，我都主拍，然后一定要在大榕树下做一个，一定要有大榕树，没有大榕树就不是台南一中。好，来大榕树那边是 K 馆 ，K 馆有两个，这是3K， 那是2K 1K， 然后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一二年级的时候进去 K 馆都在。都放书包，然后就出去玩了，要不然就在 K 馆里面滑手机。然后三年级的时候也是放进去，然后就出来拍片，或者是明明就要学测，我还放进去在那边出来拍片，不然就是在里面玩手机，超废。我们还把整组，我们那时候有拍一个《流山的野望》一个连续剧，如果想看的话可以跟我讲，那我自己查。然后我们把什么鲁夫的帽，就各种道具啊，刀啊、剑啊什么的，打中，刀啊、剑啊什么的都直接放在 K 馆里面，然后就整个占据整个桌子，超爽，超好笑。然后就是每天暑假三年级暑假来，不是要读书嘛，都跟妈说要读书，结果都来拍片。好，来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感情不会散的原因吧。来，二班、一年二班，哇，这班对我来说是 everything 嘛，没有遇到这个班，我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一年二班的好朋友到现在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们，跟梅传社啊，反正一年二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然后。这就是一年级，我还记得一年二班，第一次办营队是一年二班，第二次是整个认识的人一起办。那第一次那个营队，我记得刚好
办到晚会那一天的时候是分班，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哭超惨，我也哭超惨的，身为主持人还哭超惨，真的是。不过我真的很感谢，是一年我在一年二班啦、啊。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讲？就是三年中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重要。那一年二班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Everything， 我可以，我本来台南中对我来说就是 everything。哎，这边是群英堂。群英堂在哪？好呀，好，来，我们大家看看群英堂。教安的初赛就在这里比，决赛就是成功厅。没有教安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教安可以是让我成长的一个地方。交通安全才艺竞赛，这是一个梅兰社很重要的比赛。我们初赛的时候差点输康普社，然后我们跟康普社很好，然后我们现在。我们因为康普社的剧情非常感人，所以我们从搞笑改成非常感人。我们没想到我们可以做出感人的戏，然后我们做到了，我们拿到冠军，耶、yeah! ！那个奖杯在我家里，我直接把它干回家。那本来是社团公用物，但是我把它干回家了，为了面试的时候要用吧。哎、欸，群英堂好，今天也没开好，那就是大草皮。大家知道，哎、欸，吃台南的二十道小吃嘛，那部片嘛，然后我在这边吃草皮，最后一下。好，这就是台南一中吧。台中对我来说的意义就不只是一间学校，就是每次回来一定要来，它是可以让我放松的地方，它是一个家。踏到那片土地，我就可以想到那些回忆，那些人类。虽然现在人们都到了台北啊，到了新竹啊，到了桃园，到了台中，到了高雄，或是还留在成大，但是我只能说这块土地是 everything 吧，就是。没有，我现在不是 somebody， 但是没有台南一中，我就是 nobody。我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这就是台南一中啊。现在12分钟了，我没想到校园巡旅可以干话这么久。这是胜利门，好，那对面是二部，是球场什么的，我就懒得去讲，我就懒得过去了啦。就是球场打球啊、会议啊什么的。哦，球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忆，就是我们开赌盘，然后我们那时候班级组篮球赛，我有开赌盘，就类似就运彩，然后自己是主投，班级足球赛也是主投，然后超好笑的是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群组，然后我们为了不让教官们，也就是不让老师们发现，就算教官就是不让，就是地下组织讲这个概，可以讲这个吗？好，地下组织，所以我们的群组就叫做什么，好像是什么订饮料还是什么去哪里。一开始是真的就是开赔率，然后写得很明显，几班对几班让几分什么的写得很明显，然后只是后来怕这样被抓到，我们就把群组名称改成什么高雄游，然后还是什么忘记了，然后就在那边里面就是写订饮料，比如说10班波霸奶茶，然后那个加5颗冰块，一颗冰块是10块的意思，那糟糕呗，超好笑，那个群组也是很赞，然后。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上看足球比赛，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坐在旁边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刚才最近刚才有人在开盘呢，好像有人在开盘呢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内情啊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干，真的假的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想玩玩看啊。”然后这时候想说就过，结果突然间台楼下有一个我同学就跑上来说：“哎、欸，学你今天的盘开怎样？”他就直接跑上来问我今天的盘看什么，然后我就说什么什么自己去看群组什么，然后我们老师就抓到了，对，然后虽然他也没说什么，他是跟我说就是不要玩太大，就是他说怕到时候新闻标题写什么有人从楼上掉下来，什么台南一中学生因为输钱从楼上掉下来，这样很不好。好啦，反正会跟我玩的都是好朋友们，只是有一次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我走在路上。就是大概经过大榕树那边，然后我就看到几个我不认识的人，然后在那边，他们两个的聊天内容就聊很大声，我不认识哦，他就说什么，干，今天是什么3班让几分嘛，然后对啊对啊对啊，那 what the fuck， 我真的是傻眼，我真的是傻眼，就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然后他们居然买了，怎么买？就是他们托他们班认识我的人，然后就跟他买，然后就是 oh my god， 不过我说真的。每个联赛我都可以赚不少了，因为你总会主投嘛，你知道，你只要想办法把两边的走地什么的，让两边的那个比率差不多50-58的话，我就是一定赚。而且足球更好赚，足球更好赚，因为它有和局这件事，但大家都不会买和局，所以只要踢和局，我就是两边都收。哇哦！然后篮球也是很经典哦，
哦，好棒哦，好怀念那些日子哦。开这个的日子，这开这个就是很特别啊，就是有一种身临其境，然后又非常开心，就是大家都熟悉，然后在那边玩赌盘。不过我有认真的注明是，当班要比赛的话，你们班的人不能买你们自己班的盘，我怕会打假球之类的啦。然后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很 happy。他那一种很 happy 的故事，我现在已经讲15分钟，好，我就16分钟说完。我是人间修，影片主持人人间修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，想要知道我更多的故事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问我说想知道什么类型的，比如说疯狂的、搞笑的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去银行拍影片、打球什么的，什么故事？我跟你讲，我高中的故事，3天3夜说不完。拜拜。